两个月小狗能吃酸奶吗？两个月龄的小狗是能吃酸奶的，但最好少量喂食，避免狗狗腹泻不止。市面上的酸奶品种很多，比如乳酸菌饮品、原味酸奶、老酸奶等。但由于两个月的小狗肠胃比较脆弱，因此主人最好还是选择口感浓稠且纯正的原味酸奶。其中的乳酸菌能帮助狗狗调节消化系统，特别是对便秘的狗狗很有利。此外，如果狗狗出现腹泻，那么就需要及时停止喂食酸奶。